手合十，要虔诚。好，如果盛大国公在的话，我想许的愿望就是李姑娘跟李淑君在一起。阿妹，秋婷真的是哦，兄弟，我以前那么喜欢淑君，我这么大方的把这个愿望用在你身上，难道你都没有一丝丝的感动吗？淑君应该有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本人在这里。圣诞愿望用在你们这鸳鸯，已经算不错了吧？我也不像这哪只这么正式。干嘛这样？史进、国良，难得秋婷这么好心，你们就让他实现愿望吧。你真的说出这些人话了呢，今天杉树好漂亮哦！快点，秋婷在这边，史进在中间。快点！好好好好。靠在一起，快点，靠近一点，要靠近一点。开心，我们来拍一个照。来哦，一个是前男友，一个是现任男友。你在那边聊天啦，我都没有开始，哪来的结束啦？不要吵啊，怕吵啊。靠近一点呢，一二三。秋婷，不要倒啦。击碎了！好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！开心哦！开心！刚才摸嘞，摸！你很有默契哦！你怎么知道？我一直想要这样做了，傻子！来，帮我们拍！正经的，正经的，正经的！来，帮我们拍个美美的，来，一二三。哎呦，来，横的，来一张。王爷，地主也送哦。现在要替王爷关庙门。需要帮忙吗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不想那么早见到我爸了。你当这里是防空洞哦，想躲就躲进来，跟爪子一模一样哎。我爸很逼人啦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，他就只能躲啊。有什么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的？他是你爸，你讲的话他一定听得懂啊。你不懂我爸，你才不懂你爸爸。我知道沈叔之前为了你跟赵小志的事情是很逼人，没错。可是都过了那么久，他心里有该有把尺了吧？他其实没有那么难沟通啦。你肚子在叫哎？我订到了。那我带你去吃东西。那么好。上次你请我，这次我请你啊。你以为我会说不用客气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没有这回事哦。那走啊。好啊。你先出去，我关门。走吧。666。这家店客人没有很多哎，会不会东西不怎么样啊？是我们来的太早了，这家店越晚人越多。我跟你讲，这家店是我的口袋名单哦。虽然说它的面看起来比较简单，但吃完了你会有一种锅渣鼻的感觉。那你推荐一下。像这个干面就不错啊，但是来到这边呢，要点他们的那个招牌麻辣牛肉面，因为老板哦之前是做那个麻辣锅，所以他对那个汤头很讲究，他有加那个中药汤底的那种红烧的汤头，所以一口面一口肉一口汤，哦，绝配！哎呦，你平常不讲话，怎么讲到食物讲的是那个样子啊？干嘛？你想报名美食节目主持人哦？没有啦，你要是平常讲话跟现在一样的话，你早就追到赵雅芝。真的啊？假的。
你试试看这个。这个。啊！可是你刚刚说干面很好吃哎。要不然我吃干面，你吃汤的、啊。你看着我啊，你带不出去，然后我把你那碗吃掉了。我没有看过这么会吃的女生呢。那你慢慢看。那这样够吗？要不要再加点？吃完再看看啊。你认真啊？嗯，我对食物很讲究的，绝对不马虎。那我可以吃一个豆干吗？我吃啊，反正等一下吃不过再叫你付钱。那还是先不要好了。还加一个豆干，你以为差这个，等下不会再加点了？那、啊、要不要试试看我干面？你先吃啊。我吃啦，王老师。总编，你要我加拍的照片，我都已经补拍了。然后我还有多拍一些最近大家很喜欢打卡的景点，内文的部分我有稍作修改，再请总编过目。公司的气编都知道。我要求效率还有执行力，如果只是一昧的要快，而没有从上面吸取到经验，那我们的企划案只会像现在这样来来回回。是，我知道。饭店这个 OK 了，可以发出去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案子正在快马加鞭当中，我预计应该可以提早一个星期交案。Amy 离职之后，我把她手上的案子全部交给你。我听公司其他同事说。我是因为对你有意见，所以才这么做。那你怎么想？我认为总编是给我增加机会，多多磨练啊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欣慰。谢谢总编。我已经跟公司提了，希望明年有一个主编可以来协助我。那个人选就是你。我已经跟公司提了，希望明年有一个主编可以来协助我。那个人选就是你。可是总编，我只是一个编辑助理，职称不代表什么，我看的是表现。也许因为你过去是军人的关系，所以你的意志力，还有你在工作上负责任的态度，都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虽然表现还不是非常的完美。但是至少你愿意付出。谢谢总编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争取来的，我希望你继续努力。我会努力的。谢谢总编。宋牌才刚从国外受训回来，现在却要到外岛去接受历练。看来长官是想要提拔他，可能对未来的升迁也有帮助吧。这四年来聚少离多，其实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并不多。那你就多试着去了解对方啊。我已经把我的感受传递出去了，我也知道他一直都很让着我，但身为军人的另一半就要更加体谅，更何况我自己也是个军人。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好像个怨妇、哦、我应该要好好调试自己的心态。还怨妇勒啊？那你调整得如何？还在努力啊。既然你自己本身就是名军人，那你可以试着从志强的角度去想啊，站在他的立场嘛，这样也比较容易啊，是吧？好了，朵拉，谢谢你，我懂你的意思。
志强在台北遇到指挥官、欸。指挥官？对啊。你是指曼丽的舅舅吗？对啊，他把上级要调他去乌丘历练的事跟指挥官报告，指挥官也答应他要帮他协调，让他先调回台北，去乌丘的事之后再说。那这样事情不就都解决了？你还担心什么？我真的觉得我很幼稚，他为了我打破自己的原则，他也是为了我们这段感情在努力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站在他的立场去想，不能那么自私啊。小姐，人家都已经跟指挥官说了，你这小白痴。哎，你才小白痴。嗯，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，那就不说我了，说说看你啊，你什么时候要接受周雪文啊？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好队友陪你一起打拼，一起努力啊。他只要不是猪队友，我就谢天谢地，好不好？哎，怎么会？他还找大家要帮你办那个龙退餐会。我只是想要低调退伍，哪像他那么高调啊。但现在说什么好像不去参加也不行。大家聚一聚嘛，我跟志强也会到啊。对，你爸爸会一起来参加聚会吗？小老弟啊，你还真有心哎，专程下来南部看我。对啊，就没什么事，所以我就找班长一起来看大哥了。是啊，其实我有想要常常跟潘爸爸联络，只是我找不到理由。哼，这个没有需要什么理由啊，打个电话来就行了。好，不过哈，最好不要太临时啊。像今天的上班日嘛，我还有很多货要送，要约的话最好是约下午，好不好？好。是，我们下次改进。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事啊？大哥，其实我们是想要邀请你一起北上去参加朵拉班长的荣退。是啊。朵拉要是看到你的话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大哥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啊，但是我们没有空对过去后悔啊，我们应该好好把握当下，所以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好不好？哦，对，我下午还有很多货要送呢，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们了，这样好了。下次你来哦，到我家，我好好请你吃顿饭啊。哦，对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也一起下来吧。哦。还以为可以劝潘爸爸上台北，给朵拉一个惊喜。如果他们可以见一面，好好聊一聊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没事了。等我退了，就可以好好陪朵拉，一起走过这段低潮，迎向我们的未来。班长，你未来想要干嘛？我最近在学摄影啊。摄影？你干嘛偷偷学我？怎么学你？你拿的是照相机，我拿的是摄影机，不一样好不好？你会吗你？他们说我个子高，体能好，可以抢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画面。哦，那你知道吗？摄影需要构图还有美感，你觉得你有这种东西吗？郑光馨啊，凭我跟你都喜欢朵拉的眼光，你应该要对我的审美观有信心才对啊。好，你
傻子，那拖拖拉拉的，有没有时间观念啊？这样大家以为你是耍大牌呢。你干嘛？一直念，哎，这街上这么多人，你这样念我不好，我有我自己的形象要顾哎。为你好，我才要念你，不念你就是我要放弃你 ，OK？ 干嘛这样看我啦？老鼠哥，我真的会很努力、很认真的，可不可以请你不要放弃我啊？我就随便说说而已，我没有说要放弃你。如果放弃你，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啊？全世界谁都可以放弃我，如果你放弃我的话，我真的会很难过的。干嘛啦？不会啦。真的吗？那打哥哥。啊，打哥哥，打哥哥。就算全世界的人没有人支持你，我一定是最支持你的那个人 ，OK？ 谁都可以放弃我，如果你放弃我的话，我真的会很难过的。这干嘛啦？不会啦。真的吗？那打哥哥。啊，打哥哥，打哥哥。啊！就算全世界的人没有人支持你，我一定是最支持你的那个人。OK？ 咻，上车。気持ち気持ち哎呦，动车！我上车了，快点啊！啊，卡到了！真假的啦？骗你的被管！我揍你！他妈的！揍你哎！揍你哦！揍你！揍你哎！心心妹妹。是运动型，有没有带运动服？哦，有有有，我带。好，来聚会，又来，先喝茶，喝茶，喝茶，300cc， 给我。哦，好，喝茶。来，走走。嗯。来来来来，流汗了，流汗了，来先自己擦一下。哦，谢谢。帮调衣服。好油哦。嗯。哎呀，是。来换这套来。好。哦。好，快点换哦，一分半哦。好，话说完一分钟哦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走。谢谢，辛苦了。把照片传给业主，晚一点会跟你联络。什么时候要正式拍摄，要等提案后才会确认哟。嗯，谢。不好意思，拍摄那天可以麻烦你们准备赵雅芝的衣服吗？啊，我通常这些衣服都是由模特自己准备才比较合身的。我也这样觉得。这么多副眼镜，我相信换的衣服应该不少，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带这么多。到时候再请你们麻烦准备赵雅芝的衣服，我再把赵雅芝的三围传给你们。请问你是？他是我的。我是赵老师的经纪人。辛苦了，走了。谢谢，辛苦了。秋婷，你要当我的经纪人。
我当你经纪人，跟你一起饿死哦。我以后要当 super star 的哎，你当我经纪人，我还可以跟你分红。等你当上 super star 的时候再说 ，OK？ 你刚刚很好笑哎，人家广告公司就是专门拍广告，大家会准备衣服啊，哎，你这样都问人家外行人哎。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又不是经纪人，我只知道你都花钱乱买一大堆衣服啊。我哪有乱买衣服啦？啊，你不是每个月都买保养品跟化妆品，还有一大堆衣服吗？啊，那些衣服都是要试镜用的啊，他们发现什么角色，你就要扮演什么角色，你也怎么知道下次试镜是要扮什么角色？哦，啊，不过你还没赚到钱，你也不要乱花嘛。我知道啦，最近我有接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了。好啦，不止收入啦，有时候支出的部分你要稍微记账，而且要控制一下你的花费哦。啊，我知道。那现在没事，我可以回公司吧？我功成身退啦。哎，不要啦！啊，你不是已经请一天假了吗？啊，不是啊，啊，没事就回公司啊，我干嘛请一整天的假？哟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不用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喂，哦，你好，我是赵雅芝。嗯，要找我业配po文呢？哦，可是我的经纪人说要先收费耶。那我把我账户给你好不好？多少钱？还是你先把你要破的东西给我。那我再告诉你好不好？好好，谢谢哦，拜拜。哎呦，你还要记得先收钱呢。啊，我们租公司有交啊。哦，哎呦，要写业配文哎，我文笔不好。啊，你写好了。我？你不行啊。那。啊，郑光熙，叫郑光熙写好了，他文笔很好，也是可以。啊，走啊，然后去咖啡厅找他。好好好，来请我喝咖啡哦。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请我喝咖啡啊。有什么问题？你请我喝咖啡，请我喝咖啡哦。请吃蛋糕也可以。好了，快上车了。気持ち，阿弥陀。哎，光熙。嗯。第二杯了。对啊。你怎么了？看起来这么累，昨天晚上干嘛了？就坐夜车到屏东啊，跟学员班长找我大哥，刚刚坐高铁才回来。你去找朵儿他爸爸干嘛？因为朵儿班长的荣退之夜啊，学员班长希望大哥可以参加。哎，所以朵儿他爸原谅他了？当然没有。哎，那你不是休假吗？怎么会来？哦，我在等曼丽啊，等一下跟他去买礼物。嗯。来了，哎，哇！看到黄将军的笑容，我一身的疲惫瞬间都消失了耶。哎，光亮，我真的很羡慕你耶，妾发初覆耳，折花门前剧，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凄美，同住长干里，两小无嫌。郑光熙，你是还没睡饱，还在做梦 ？Hello， 谁在说梦话？大哥，我有事情要拜托你啦。媳妇，你有什么事啦？郑光熙，你文笔比较好，我不会写叶佩文。哇，有人帮你写叶佩文了？对啊，因为我的粉丝数还有我的互动很好，所以粉丝很喜欢，他们叫我写叶佩文。郑光熙。我不让你白做工的，到时候呢，酬劳一人一半。三包，酬劳什么一人一半啊？这个我在行，我帮你就好了。你呢，就是把车祸那个钱要赔了，赶快赔一赔比较重要。谢谢郑光熙。哎呦喂呀，老高啊，真不枉费我以前这么照顾你，有义气。好啦，你们加油，我跟曼丽先去买东西了。拜拜，有，买贵一点哦，哎，小心哦，痛啊，拜拜，好痛，哎呦喂呀，哎呦，哎，你们两位，你看，要送朵拉班长什么礼物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要送什么？我觉得大家送一份，什么？大家送一份？
当然是一人一份比较有心意啊。哎，多班长对你那么好，哎，而且说他是你的妈，不是？哇，这个，哇，我不是婷婷啊，婷婷，我想带你一天的时间教你立正扫细，如果可以，可以再带你一天的时间，帮你去整的女神经。女神经是？就你们那个女班长啊，潘朵拉，如此一朵花，本人哇，哎呦我的妈！好，不是吧？然后慢慢的转过来，慢慢的转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海儿，哇哦 ，Got！ 我刚刚明明听到你说班长本人，哎呦我的妈！哦，那个包班长，我妈是全世界最美丽、最有智慧的女人，所以班长在我心目中如同我妈。谁是你妈？哎。哎，我那个时候是被陷害的好吗？谁知道我妈竟然会是你的菜？我想知道郑光勋会送朵拉什么礼物哎。郑光勋最了解朵拉，如果朵拉收完的礼物，他一定会很感动、很开心的。一个重点，绝对不能比宣班长厉害啊，不然他会没有面子。哦。牛魔王想娶铁扇公主，想帮忙的老高，却要装得比牛魔王还要笨。哎呦，真的是辛苦你喽！你这么喜欢朵拉，你怎么不去追她、啊？我觉得可以默默守护在她身边，这样就很好啦。啊，改当守护神了？什么默默守护？到时候周学文娶了朵拉，你还能守护吗？我没有想那么多啦。哎呀。来到你的业配网吧，要捡二手，奇怪，知道你在捡二手了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哎，我来看一下这个资料啊。哎，你等一下可不可以陪我去拜拜？好啊，可是你干嘛拜拜？哦，没有啊，就突然想说拜一下。哦，哎呦。哎、欸，这只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个长得好像正好是他家那一只哦、喔。巴基鲁，巴基鱼的弟弟。啊，巴拉雷姆。乱起。嗯，好可爱哦、喔，不然就买它好了。嗯，可以啊。嗯，哎、欸，对了，那一天我舅舅来台北找我，哎。是啊。嗯，有跟我提到你哦、喔啊。他有说什么吗？紧张什么啦？我就把那天我们去游乐园玩的照片给他看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啊，他有没有讲什么？嗯，他就讲说你怎样啊？他说你精神变得很好啦，然后体格也练得不错。哦。不过啊。什么啦？你不要吓我，一次讲完啦。他说：“你变胖了。”我那天是水肿，好不好？好瘦。是啊。不过也很久没看到你舅舅了。怎么样？你想他？我帮你跟他讲。没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先不用了，先不用。你找他，我还不知道跟他讲什么。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，爱要及时。是啊。嗯。那我要跟他讲说，请他放心把你交给我，我会照顾你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不好照顾哦。那不然把我交给你，叫你照顾我好了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嗯，就这样吧。嗯。你怎么了？啊？哦，这个是那个过敏啊。过敏。嗯嗯嗯。那你有擦药吗？有啦，哎，这很快就好了啦，没事。好了，嗯，就这样吧。嗯。
希望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还有希望我的身体可以赶快复原。阿五啊，起来啦，看什么找你啦？阿五啊，六来干嘛？我爸叫我来这边拿那个组委年度记账簿了，他说开会要用。啊，账簿哦，啊，那在办公室我来开啦。哦好。你笑什么啊？不是的。你的毛笔好像写到脸上了，真的假的？擦一下了。加油吗？那再看一下，看那边，上面，看下面，还是去洗好了，擦不掉。哎，你耍我？怎么会写到脸上？要说啊，说啊。哎，好嘞。在干嘛？篮球身体健康。你怎么知道？乱猜的吧？你没事不要乱猜啦。我跟你讲，跟雅姿不要太常腻在一起，到时候人家都以为你们在一起的话，沈焕清怎么办呢？他敢教别的女孩子哦，我跟你断手断脚。王安丽家里出了什么事啊？我阿班长会喜欢这个吗？不会，因为是我喜欢的。祝福我阿班长一帆风顺，红尘万里，永远健康美丽。见他一直走不停留，沿路多少青春埋葬在里头，岁月刻画的伤在你眼眸，重复着期待又失落，我们都